手印早研急变靓，为噶 Mr. Right。哦，原来系咁解嘅，唔怪得佢移民加拿大做咗咁多年平凡人，连圈中人都几乎冇联络。上个礼拜突然翻嚟，撞正佢都肿口肿面。寻日有报道话佢啊，因为就嚟要做人妻，所以要执翻靓个样。吓，教养客坏人，灵魂师心碎噃。据我哋所知，系为嚟紧复出做好准备啫噃。不过呢一次还原靓靓行动未成功，先曝光，搞到佢就劲唔 happy， 唔想日日俾狗仔对跟，于是咪提前上个礼拜六急撇翻加拿大咯。